下面同学们可以自由讨论这个案情。我们休息十分钟再继续。怎么会？我觉得很有趣啊。虽然我也接触过不少法律知识，但是这样正式的法学专业课更有意思。没有啦，我只是有一点点没理解陈教授说的条款。只有一点点。哎，对了，你怎么突然想带我来上课啊？虽然感觉要背的条例很多，但是分析委托和停辩的部分很有挑战性，我喜欢。更重要的是能和你做一回大学同桌。既然你这么认真，我也要做个好学生。刚才教授说的案件你怎么看？想什么呢？同学们，时间到了，我邀请几位来说说自己的看法吧。这位同学，上课开小差哦，被我抓到了。不行，你送给我就是我的了。